哇，香港味道啊！是嗰个味，系嗰个味。不如我哋今集系介绍香港素街片。有我最爱嘅热浪啊！我最爱系咪真系食得噶？呢本老夫子坚嘅呢本老夫子。哎，混吉嘅，混吉嘅，走啊，走啊，走啊，唔系买走啊。Hello， 我系李英，佢系 Eddie 罗巴。今日咧就系农历十五啊，即系中国嘅情人节。我哋今日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哋朋友咧喺转仔 market 嗰度搞咗个香港人嘅市集，咁就 gather 咗好多香港喺清迈住嘅香港朋友啦。咁所以今晚咧就会见到好多香港人。咁另外咧好期待就系佢哋预备咗好多香港嘅传统小食。系啊，好想食啊！而家唔知有咩咧？唔知啊，好紧张啊！我哋入去睇。而家我哋带大家入去啊！我已經望到啦，見到啦，好有香港特色啊！喂，你望下呢啲，好熟悉啊！堆沙架，美聯物業喎，已經見到。我哋今日咧專登早少少出嚟啦，跟住而家係見到咧有泰國嗰啲 KOL 都嚟參加去影下香港嘅一啲特色嘢啊！哎，依個係咪叫猜燈謎啊？今日係十五啊嘛，竹林深處有增加，有增。你不懂的了，看啊，迷底等死了，一啲都驚唔到。好啦，而家真心入去啦，已經出面已經見到啲好港式啦，好中國新年嘅氣氛啦。而家去咗邊度啊？深水埗係咪啊？渠王使唔使通通渠王？哇！哇！好像去了之前嗰啲。你睇啲 decoration 嗱，又有紅白藍膠袋啦，咪廟街咯呢度。佢係依照邊度？唔係嗰啲牛頭角咩下村嗰陣時，仲有啊。羅文演唱會有冇人識羅文？林子祥啊，九龍城寨啊，呢度係。喂，剪唔剪頭髮啊？啱啱剪完，係咪真係有得剪啊？再剪一下。你喺度做咩啊？剪髮啦，班人，揾翻啲外髮。知唔知啊？好似喎，你真係個紋身係嘛？喂，呢個報紙檔超像真，黐線。三本龍虎炮啊！哇！睇下有冇收埋先。好似條姊妹呢個咩啊咩年代，我媽嗰啲。依個盒都揾到。好癲喎呢件事。喂，你坐喺度啦，勁像真啊！跑馬經，你喺度跑馬經。老夫子。哇！依啲冇人，依個冇人知噶。呢個係叫哆啦 A 夢，呢個冇係。呢本老夫子堅嘅，呢本老夫子。哎，混吉嘅，混吉嘅，走啊，走啊，走啊，唔係買走啊。有冇人知咩係姊妹雜誌？金電視。好過分啊！呢度。好過分，好過分。有我最愛嘅熱浪啊！我最愛係咪真係食得㗎？好想吃熱浪啊，還有維他奶啊，好癲啊呢個，同埋呢個士多咧超像真啦，有的黑糖啦、啊、山楂餅啦、啊，佢究竟喺邊度揾翻嚟嘅？同埋咧，佢係一啲都唔馬虎，你睇下個鋪頭入邊有部咁殘嘅電視機啦，跟住有一啲膠袋啊、雜物啊。好舊好舊嘅櫃啊，收音機啊，哇！製作超級認真。幾位？兩位。你啲手指懟曬落去喎。係咁嘅咯。啊，要咩啊？乾炒牛河。冇牛肉啊？星洲炒米啊？冇米粉啊？沙爹牛面啦、啊。都係冇牛肉啊。你有幾多個角色啊？究竟八搭噶嘛？你頭先剪完髮嚟喎，而家做侍應，你啲原子不肯兼數職噶，工作真係辛苦。呢個大排檔超像真 ，thank you。佢點解可以揾
揾到咁多嘅，嗱呢個好舊嘅廁紙桶啦，呢個大排檔嘅水樽啦，但係好新淨。呢個最神奇啊！呢個最神奇。點解可以揾到呢啲咁多呢啲道具嘅？超犀利。應該泰國都有啊。我泰國見唔到咯。由今日套餐$18喎，咖喱牛腩飯。嗯，是那個味，是那個味，真的，嗯，是那個味，嗯，鮮羊三寶，又來了，掃街開始了，鮮羊三寶，嗯，我剛才聞到它炸的那個青椒味，是的，已經是那個三寶的 feel， 可不可以給一粒魚蛋，不可以，我覺得很香，哇，炸得好正。今日嘅嘢食全部都係咧 ，Elle's Kitchen 嘅，就係我之前咧有介紹過去整西洋菜餃嗰個鋪頭咯。呢個青椒啊，炸到好靚啊佢。你食啊？好啊。豆腐泡。豆腐泡。終於食到啦！豆腐泡我終於食到啦。幾年冇食過啊？係咪啊？係啊，好開心啊！仲有咧生腸啊，唔使去肥姐，去呢度，唔使去旺角嘅肥姐，過嚟過嚟過嚟。生腸最重要的芥末醬有沒有甜醬啊？你問肥姐有沒有甜醬啊？要這樣吃的過來吃齋識吃就是要這樣吃，嗯，哇，香港味道啊，真的不用排肥姐，嗯嗯，唔想俾你食，你自己攞嗰條啊！搞錯啊！好爽啊！好味！哇，好味啊！就係嗰個味，正宗生菜魚肉啊，超想食啊！呢個所有嘢都想食，死好為食！介紹下人先啦嘛，因為就係我最中意食嘅西洋菜餃嘅老闆細佬，唔係佢今日就負責帶呢度嘅小食，香港美食，多謝你，好正樣，好好味。幫我準備了多胡椒粉、多麻油、多醋，在呢邊吃很有風味。而家影我，你影一影我，有冇風味啊？很有風味。是不是那個 feel 啊？喂，加埋個垃圾桶就直，好似在旺角吃緊咁啊！旺角家樂那度是不是？哇！我看住你吃我都很想吃喎。唔係唔係，佢係真的街邊那些粉味那些不如我哋今集係介紹香港素街片，喺泰國介紹香港素街美食。想問大家識唔識呢個叫乜嘢啊？暴露年齡系列，清潔龍。清潔龍，勁低能嗰啲咧，小學雞嗰啲幫人哋 poster 畫咗啲無聊嘢，石抽啊笨。看到這裡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知道究竟一個這麼認真這麼香港的活動是誰搞的呢？就是由香港人在泰國創立的 InGroup Asia 製作公司去策劃，舉辦了今次為期三日的香港遊躍活動，得到香港駐曼谷經濟及貿易辦事處贊助，希望新春節日可以聯繫一班居泰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玩一下。一晚就舉行了個舞獅開幕儀式，各個代表致辭之後，一班香港朋友就入場去參觀和吃東西。我見到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很投入，不停在拍照打卡，加上住在清邁的香港人其實不算很多，很多都是互相認識的朋友，在這個這麼有香港特色的地方一起吃東西聊天，感覺是特別溫暖的。而製作公司除了搭建這個這麼認真的80年代場景之外，都加插了沉浸式的表演項目，主題是林亞珍的青蛙元宵節，將戲劇和大家融合在一起，令到現場的氣氛就更加熱鬧和投入。哦，啊 ，milk， 沙利卡 milk。影片完结之前咧，再俾大家睇多啲当日嘅花絮。咁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咧，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